2016年和主播张嘉欣再婚，夫妻俩婚后育有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，家庭生活非常幸福美满。最近适逢台湾毕业季，身为幸福奶爸的哈林近日在社群平台透露去参加6岁女儿的毕业典礼，并发文分享参加爱女毕业典礼时的复杂心情。他在 IG 晒出一张在女儿学校毕业典礼现场自拍照，照片中的他穿着条纹图案的衬衫，没有戴帽子或口罩遮掩明星身份，在印有毕业典礼字体的墙面前拿着手机拍下一张自拍照。特别是他还感性发文写下，每次参加毕业典礼都会想哭，姑姑吕思维留言恭喜哈林哥，他则是回应悲喜交加，字句间透露出身为慈父对爱女的满满疼爱啊。Bye.